大家好，刚才直播断线了，刚才网线不好断线了，所以现在重开给大家看。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莲花庙外面了，所以如果要进去莲花庙里面呢，必须要脱鞋的，所以这个就是穿鞋脱鞋的地方。大家好啊，这边的网线不是很好，所以有时断线了。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莲花庙，我们已经进去里面参观了。所以这个莲花庙里面呢，其实它是给我们去那边静坐啊、念经啊，所以各有各的宗教做法啦。它只是给我们进去里面坐在它的椅子上，然后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的宗教的仪式哦。所以这个旅游景点呢是世界闻名的，很多旅客都会来参观这个旅游景点。所以大部分呢，这些在新德里的很多旅游景点呢，都是吸引到本地的出家人啊、本地的印度人罢了。所以这个旅游景点是我们来朝圣的最后一个旅游景点，所以过后呢，我们就要离开印度了。所以从这边看这个旅游景点是非常的美观。这个旅游景点叫做莲花庙，莲花庙。很美的设计。在这边拍照最美啊，这边拍照最美哦，很多人都没有做到这个角度。你妈妈没有来吗？所以这个旅游景点呢，只是来看看这座莲花庙罢了啦，其实也没有什么，然后看看它的花园哦。就是这样罢了咯，因为我们午餐后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嘛，所以就来这边参观，然后呢来看看，来了解这个旅游景点的一些
点点滴滴，然后呢就可以回就可以离开了咯。所以我的直播就到这边了，大家开这个直播短直播给大家看看认识这个旅游景点。所以一般上我们来到新德里的话呢，如果有时间我们都会过来参观这个旅游景点，这个叫做莲花庙。所以大家给大家了解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印度新德里的话，那么你们可以来参观这个旅游景点。然后我的直播就在这边，杀毒杀毒杀毒。大家下午好。现在印度时间是大约2:36。现在我们还在新德里，这是最后一个旅游景点，我们来参观。过后了，我们就要去宾馆用晚餐，然后呢，我们直接去机场。所以这个旅游景点呢叫做莲花庙，莲花庙。这个旅游景点呢是在新德里，它也是呢世界闻名的其中一个旅游景点。所以这个旅游景点呢也吸引到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印度人，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旅客都会来参观这个旅游景点。所以给 information 来给阿摩等人够给给所有客呢来到这边呢都是给进去里面。这个大厅里面呢是给大家坐在里面呢念经啊静坐啊，所以来自不同的宗教在里面都可以做他们自己的宗教的做法啦。都不要去开啊，都不开别开。这是最后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在印度过后我们就要离开印度了，所以开这个直播呢给大家认识这个旅游景点。在新德里呢所有的旅游景点都是充满着印度人。这个就是莲花庙。这个旅游景点非常的宽大，而且呢也是很自然。所以大致上我带团来朝圣的时候呢，这边就是莲花庙进口跟出口了，所以很多都是。
就是莲花庙，那就是最其中一个旅游景点，在新德里。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全部要回马来西亚了。现在我们大家在新德里机场里面，原本我们的班机是9:30起飞的，但是又延误了，所以拖到11:09才开始起飞。所以在这边我看到新德里的机场不错了，都是很先进，所以我们已经成功进来机场里面，全部出境手续已经办完好了，行李也 check in 好了，所以我们现在等着要上飞机到11:09。所以开这个直播给大家看看新德里的机场，看起来不错的。印度呢已经有开始进展了，有开始发展了，不错的。里面机场也是很大，有咖啡馆，什么都有。想要在机场买 duty free 的东西都有，所以不错啊，印度的机场不错。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在等，因为班机延误，所以就四处走走看看咯，喝咖啡啊，购物啊。这是新德里国际机场，所以一般上我们会认为说印度国际机场很古老，但是来到这边了以后看到都是很先进。
人家去哪里？哦，都买杯几百 ml 龟头，几百 ml 的，嗯，给大家看看新德里国际机场里面的设备。在机场里面呢，也是有卖那个喜马拉雅产品，喜马拉雅产品很多人都喜欢买。要买喜马拉雅产品，都是在这边买。开这个直播只是给大家看看新德里国际机场里面的设备啊，不错啊，很先进。所以来了新德里，看到很多新建筑物。所以我们这次朝圣团来了以后，都很多东西看到有不同了，不同样貌。然后呢，很多地方他们都有很多新的建筑物被发展起来了，所以现在看到印度呢也是开始在发展了。卖印度神像很多，这边 Ganesha 印度神，卖印度神比较多。这边什么都有卖啊。也有四处走走哦，给我们还有时间嘛，班机延误。哇，很先进哦，这边的
喝酒的地方，吃晚餐的地方 ，sport bar 这边叫 sport bar， 什么都有。我们家哦。哦，这边到了尽头了。不错啊，这间国际机场，很不错的。我们现在是在新德里国际机场，因为我们要准备回国了，我们的朝圣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开这个直播给大家看一看新德里国际机场是怎样的。因为一般上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印度是很落后的，但是这次来了朝圣了以后，看到其实印度也不落后，一直在发展中，尤其是这间国际机场也看起来不错的。
大家好，我们大家已经平安抵达槟城了，所以朝圣者呢全部回到平平安回到槟城了，所以这次的朝圣呢已经圆满结束，非常感恩大家鼎力支持我们的这个朝圣团，让我们朝圣团呢可以圆满完成，我们后会有期，如果有机缘的话，我们下一次再机会一起去朝圣。沙都沙都沙都。其实在印度呢，这个是第八一个早餐，咱伫做啦。所以外国人做的早餐呢，都甲起咱平平安对到马来西亚参新加坡啦。不如大家，请大家拿出真正的心来拜拜念顶礼上报经阿拉汉。Sabi dio viva jando sa baru ke bina satu mate bawa bandara yu suki indika yoga bawa viva dana si de sani jat beda baca ino jadar dama wadan dia yuwano sukan balam bawa dosa pamanggarang ragan dosa pati wadah sabah budah toba wina sada sedih bawan dode bawa dosa pamanggarang ragan dosa pati wadah sabah dama toba wina sada sedih bawan dode bawa dosa pamanggarangRakam dosa pada wata sabah sangkano Bawina sada sadi bawanto de Lalu lai cha hui hiang好，我们早餐在印度呢是这个早餐供养了，所以感恩大家看这个直播，也感恩大家看这个重播了，所以我们的早餐就是在这个五星级酒店，也是最后一个午餐，最后一个早餐供养在印度，感恩大家，沙都沙都沙都。好，来。
啊，这个本是乱地，不是到当地印度做下波仓的矿工啊，所以做了之后，希望讲之后会讲地乱谈，就下波比乱对起平平安安。来，白白搞出乱情，就先白白讲，阿妈哈。 There are nine, huh? Nine. 啊，今天我们最后一个午餐在印度呢是吃韩国菜，所以现在给你们看，这些是韩国菜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用午餐了，谢谢大家，感恩大家，萨杜，萨杜，萨杜。